坚持带饭上班第90天，共计花费8米。今天准备做土豆烧鸡翅根韭黄炒蛋，鸡翅根下锅放料酒焯水，撇去浮沫后再煮几分钟就捞出，锅中倒油，蒜末爆香，一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后把鸡翅根倒进去，翻炒后加水没过油，再盖焖煮一会儿，中途加入土豆、小米辣、一勺老抽、蚝油，搅拌一下后继续再炖，这下就差不多了。倒入青椒块，加盐鸡精，再加点辣椒面，一点点胡椒粉，翻炒均匀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尝一块肉，好吃的好吃的，这个鸡翅根真的很便宜，总共才5块多一点。再来做韭黄炒蛋，韭黄切成段，锅中倒油，锅中下鸡蛋，炒散炒散，捞出备用。韭黄倒进去炒断身，鸡蛋倒进去，加少许盐和鸡精，简简单单就可以了。闻着都好香啊，夹一口试试，很好吃啊，好香啊！强烈建议你们都去做。米饭今天只配小方格，哈、啊、有人说我吃的多，有人又说分量少，哈、啊、哈，其实是够吃的，拜拜了。